蔡印尼 Lippo 力宝集团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涵盖了零售业、医院、旅游业、金融业，甚至是网络业的企业集团，创始者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穷小子。李文正1929年出生于东爪哇，他的一生可说是传奇不断。10岁就立志进驻银行业，靠着当初做生意攒下的2000美元，投入瞬息万变的金钱战场中。拥有快、很准的决断力，以及超乎常人的勇气与冒险心，李文正就起数家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转亏为盈。被人称作是银行的医生以及最杰出的银行家。现年已近90的李文正，事业已渐渐交棒给下一代，但他仍然停不下他的脚步。而晚年信了耶稣之后，他的视野也更加宽阔，并以荣耀上帝为人生志业。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在今天我们节目呢，来到印尼有非常难得的邀请到的是印尼第二大集团力宝集团的创办人李文正先生。他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很精彩。过去创业的时候手上只有2000块美金，而现在他的力宝集团资产规模大概有数百亿的美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李主席。主席你好。你好。我真的是非常难得您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命故事哦。其实走过大半辈子的岁月，在您童年时期是特别辛苦的。嗯，好像说您在不到10岁的年纪妈妈就已经过世了。我们当时呢是在东爪哇麻兰县，在离开18公里的一个半山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小村子里。哎，所以我母亲在生我妹妹的时候，因为难产，而且没有医院，所以就这样过世。哇，所以那时候您是9岁吗？呀，几个姐姐。4个姐姐都在大陆，两个妹妹呢，在1岁多的时候就夭折掉。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爸爸刚刚40岁。嗯。所以他为了照顾我嘛，他没有再结婚。哦，就为了要照顾你。他怕我受后母的虐待。所以他没有再结婚。我这个起居。总之在每一天下午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呢，他总是检查我学校的功课如何，然后叫我去睡觉，睡午觉，午觉起来了以后呢，就必定要我写2篇大楷，写书法，一篇小楷，然后引诱我，诱导我念这个连环图画的《三国志》。到了《三国志》已经连环图画已经熟悉了以后呢，才叫我念这个正本。然后叫我写信。叫你写信。所以应该讲说，我中文的基础啊，一大部分是我父亲的这个教导。我真的，您的中文非常好，而且看一下您书房陈列的书，很多都是中文书籍。是。那您觉得您父亲带给你的教导，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说，我认为说，他的做人。他的做人。第一就是说，他对我母亲的恩爱。我母亲过世了，他不再结婚。这是很难的。第三呢，他这个以这个身教，就是他本身呢从来不跟人家吵架，都是谦让。是。那么都是以忠厚为主。是。
所以这我认为说是父亲给我最大的这个礼物，最大的影响。不过我们传统上都觉得华人的父亲哦，跟孩子都蛮有距离的。但刚才听您这样讲，您的父亲跟你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尤其在过去早年，真非常少看到这样的父亲哎。我每天跟我父亲在一起，是跟他一起睡，跟他一起吃饭，是这。不过想到你的父亲也蛮辛苦的，好像也曾经因为对日战争，他有被日军有抓走过。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福建兴化人是在印尼有一个会馆，就是复兴会。那么这个复兴会呢，跟中国重庆的这个抗日一个团体叫做复兴会，这个名称相似，名字是一样的。所以日本人一进来了以后啊，就听到有这个复兴会，所以就把这个复兴会里面的62位这个会员全部抓进去。是是是。那么这个会长的被打死在这个监牢里面。哇哦。那么这个其他的61个人都受到非常无人道的这个残害，把指甲啦，吊起来啊，这个走玻璃啊，都走，这个是我父亲给我讲的。所以他也都经历过这些。是是是。他这样子被关了多久时间呢？3年半。3年半，蛮长的耶。就是他同日这里一进来就关到他这个失败。战争这个投降以后，就战争结束之后才出来。出来是。哇，原来您跟父亲等于两个人相依为命哦。这父亲突然有一天就被抓走了，没有回家，一离开还3年半的时间。那时候您大概多大年纪啊？我才11岁吧。啊，这么小？11岁是12岁是，我要独立。这个日据时代是，他是每家每户晚上呢，都得要派人守这个街道。那么好像是一个星期嘛，这个隔天轮流一次。所以我家里没有别人，就我，所以我也虽然刚刚是11、12岁的孩子呢，我还得也要参加去守夜。哦，你也得去守夜。也是去守夜。那么就在守夜的时候呢，那些人呢就消遣嘛，这个毒牌，所以我们在旁边看了以后啊，最后我也懂得去怎么去赌，最后就变成小赌徒，变小赌徒了，给3个大人骗了，把我父亲家里面整个的这个什么一些小财产的全部卖光了去负债，是是是，那怎么办呢？你后来有去找他们讨回来吗？就你被骗了。他们，我还欠了他们很多钱。你还欠他们钱？欠了，全部输财产输光了以后，还欠了他们的钱。是。所以他们还是每天都到那边来避债。最后我怕了以后离开了家庭，逃出去，不敢回家。2、3天以后呢，突然间我想清楚了。我认为这3个人他是骗子，他成年人，我是小孩子嘛，所以我想通了以后我就回家，开门等着他来。你等着他们来？他来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过去的事情我不跟你讲，是我输给你的钱给你拿去了就算了，但是呢现在开始呢我不认账说欠你的债。是是是，我跟他讲说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的老师，是，也告诉我的一个亲戚，是。假如要是你敢跟我在那个跟我这里这个麻烦的话呢，我就要去报警察。最后他们不敢来。哦，真的很厉害。这样子解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什么痛苦的教训，但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启示，一个启示。所以我一生我从来不想赌，有一点赌博心智的东西呢，我全部都拒绝。
是，不过做生意真的有的时候得要赌注一下，赌一把。但您这个信念，这个启示其实就很重要，对您来说。因为我父亲原来从来就是教导我，第一不能随便收人家的这个礼物。是。第二呢，不能。不靠流汗赚钱的，是是是是。不过您后来最为大家所广知的，就是在银行界的成就。是。您是怎么样开始有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小的时候吗？就有这个想法，就说我要做银行。是我从我家里到学校，必须要经过一家银行。嗯，多大的时候啊？那个才八九岁，才八九岁，八九岁，一直到十几岁，都是要走过这个银行，这个银行。我感觉到这银行里面的这一些这个什么职员嘛，都很神气啊，那么里面也很高雅，跟一般店铺也不一样，没有东西可卖，但是里面的人。这个服装都很整齐，很神气。究竟他们在卖什么东西？是，所以我就问我那个老师，老师给我解释，他说那个是银行。嗯，我说银行是什么生意？他说银行是把有钱没有用的这个有人没有用的钱存起来，借个有需要用钱的人。嗯，所以从中间呢收取这个利差，啊，这就是银行的任务，是这样。然后你一听你就觉得你喜欢这个工作。到后来我大了以后呢，我这个大学毕业了又回来了以后啊，我在研究我应该做什么行业的时候呢，那么我从爪哇岛的最东边，啊，一直到爪哇岛的最西边。每一个这个村子，我都去参看一下，嗯嗯，然后去了解究竟印尼的经济是怎么一回事。是是，我的结论是海纳百川，对，就所有的这个水啊，都是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是，那么首都嘛，就是大海，嗯，所有的经济都集中在首都。那么到首都了以后呢，全部集中在银行里面。哦。因此，我认为说，搞银行是最具潜力的一个行业。您的父亲对你影响很大哦。如果那个时候你跟父亲讨论说你想要做银行，他也支持也鼓励你。哦，他不支持。他不支持啊。他说你不要这个异想天开。嗯。我们本来就在。东爪哇的一个小城市嘛，嗯，我跟他讲，我一定要到加拉大来。我跟他讲，我研究了以后啊，银行是一个什么买卖信用的一个场所，嗯，并不是买卖钱的问题，钱是信用买卖的一个工具。哦，那么只要我有信用。我就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是是是。那他说你有什么信用？我说我可以骑马追马，借用别人的信用成为我的信用。嗯。所以那个时候，你我说服一些加拿大有地位的人跟我合作搞这个银行，是利用他们的信用成为我的信用。嗯嗯嗯嗯。所以这样子我就把银行这个破开。我是念资学的，我不是念会计的。这个是我进入银行里面最大的这个瓶颈。嗯。但是我用六个月，亲自到这个什么银行里面的从最底下到最上面去，所以一步一步在走的时候，有就哦，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年轻时候的李文正主席就凭着非常旺盛的企图心来到雅加达闯天下，进步也缔造了银行界的神话。李主席，其实你在印尼非常有名，大家都叫你银行的医生哦。在过去的经历当中，看到你甚至是把那种已经都要倒闭的银行起死回生的把它救了起来，所以
现在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当刚刚入行的时候，最早开始听说你其实也不大清楚银行到底是干嘛，是门外汉进来的。我对银行深深的这个行业呢，我是很了解的，是很了解的，就是说买卖信用哦，等于是核心的部分了解了，经过这个先了解了信用是，但是在管理方面呢，这是要靠会计上去管理的。嗯嗯，我对会计我是念资学的，我不是念会计的，哦，所以我不了解什么就是会计。这个是我进入银行里面最大的这个瓶颈。嗯，但是我用六个月亲自到这个什么这个银行里面的，从最底下到最上面去，所以一步一步在走的时候，我就哦，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哦。所以我后来我就了解会计是怎么一回事。是是是，先了解了银行业本身的核心意义在哪里，然后真的进来之后，一边做一边看到，然后一边学起来。一个是简单的，一个是这个银行这个策略的问题，银行策略对，一个是银行的管理的问题，就是或是行政的问题，是，就是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面向，也这个问题。譬如说在策略上呢，印尼这里曾经有一位有三位原住民的银行家，嗯，有一天他请我吃午饭，来问我，哎，李先，你是如何把银行啊，两次能够把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能不能够分享一点经验？是是是。那我跟他讲说，印尼的银行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个是华侨办的银行，一个是这个原住民办的银行。这个华侨办的银行呢，没有根，所以没有这个花没有开，这个开成的时候就这个什么衰退。是。可是原住民的银行呢，就是有根，但是呢还没有开花，它就卸掉。嗯嗯嗯。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原住民的银行呢，你把本身的定位呢，成为去做原住民的生意，是，所以你把你自己的范围捆绑起来，哦，所以你必须要打开这个瓶颈限制，那你就可以发展。所以您刚才提到说，您过去等于是有两次经验，把银行起死回生救起来，帮 Central Asia， 哦，这个这里的黄金银行也是我建的，是。这里的中央银行 Bank Central Asia 也是我建的，而且 BIMC 也是我一手建起来，还有那个这个卖给这个新加坡大华银行的这个一座银行也是我建的。嗯嗯嗯，这里四家最大的民营银行都是我一手承办的。对，不过现在看到这样子都觉得哦很厉害，可是这过程其实是并不简单的。有没有这种商场如战场哦？您做过了哪一个商业上的决定是你觉得最关键或你觉得最引以为傲的？嗯，我刚才讲的这个银行是买卖信用，是，所以如何组织信用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我第一次出来搞银行的时候是 Bank Mamura，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能够找五只马，但是是小马，五只小马。等到这小马已经走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个马跑不快，所以我就翻去这个繁荣银行。嗯，我去找另外五只这个大马。那么这里面是印尼最大的布商，印尼最大的加菲商，印尼最大的塑胶商，印尼最大的杂货商、钢板商，把这五位这里最大的这个商人，这个五个行业的商人呢聚在一起，是，所以就这样子呢，短短一年里面就把这个宇宙银行呢变做大了。
到了一个一定的时候呢，六年以后呢，这个银行做了很大了，但是我觉得说这五阵马还是已经跑不快了，我必须要找更快的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放去宜州银行呢，我另外呢跟政府在合作搞这个翻印银行，翻印银行，哎，翻印银行做了六年以后呢，成大了，长大了，我有认为说这个也是马跑不动了，我必须找一个更大的马来参照印尼的交割中心 clearing house。交割中心。所以我想来想去以后，我认为说这一只好马必须是林少良。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林少良这个名字？因为华人非常有名的一位富豪，在印尼我们印尼这个这里的首富。首富。所以我就说服他跟我合作，是开这个中亚银行，就是 Bank Central Asia。我用三年半的时间呢，从一家银行搞到成为几百家这个分行。哇！那么最后就成为印尼这个最大的民营银行，也是等于是到现在为止，也它的规模并不是最大，是第二大，但是它的业务的体量呢，是印尼最大的。是是是，到现在是这样。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这个事业扩展的相当惊人哦。可是其实也不是都一路都没有碰到问题，好像曾经两次，尤其印尼在98年的金融风海啸的时候，对您的事业来说，当时也造成蛮大的打击嘛，有碰过一些危机。因为印尼整个的这个银行整个的生命是靠在客户的身上，是，所以印尼面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是等于说是整个的这个社会经济这个垮掉，所以自然而然银行也垮掉。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本来一块美金就2000多等的这个汇率，可是在几个月里面呢，上升了到16000等，哇，占了8倍，对，800%。那你说所有的商家会不会倒掉？一定倒掉，商家客户倒掉，我们银行也跟着倒掉，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我办的我主持的这个利宝银行呢，我们并没有垮掉。我对这个翻债啊，我非常的小心。是。我不集中在一个大的客户上，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并不是一个大银行，所以我的对象并不是这个什么。对大企业的融资，但我全都是这个什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就鸡蛋不会集中在同一个篮子里，对对对对，不集中在一个盘子里面，是分散的很平均，而且呢，我对这个这个叫做现金的这个保留，一般性我保留了30%-80%的这个现金，所以对这个我们现金这个流动准备嘛，这非常充足。是是是。因此有危机的时候，我可以应付。哦，是这样。不过您过去有在事业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您的夫人一直扮演着蛮关键的支持的角色嘛。我三次发生问题，我那人呢都非常的。支持我。这样看起来，在您整个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夫人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您来说，她跟别人是有所不同。是，我觉得说她的确有所不同。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我做银行做的成功了以后，在宜州银行的时候，第二家银行的时候，规模已经是不错，
有一天有个客户送了我四块金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金条。我这个把这个金条啊带到家里给我夫人看，哎，你看现在我们有金条了。那我这个夫人给我讲，你干嘛的，这个银根，我们刚刚创业银根很紧，你去买这些金条干嘛的。我说我不是买的，人家送给我的。是，他说干嘛的，人家也送给你。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收了人家无缘无故，你收了人家的金条，就等于你是卖身。从今以后你就没有你的自由，你要听从他的要求，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你必须要立即把这个金条退还给人家，是还你自由。是，他非常坚持。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我夫人讲的话有道理。是是是。所以后来我把这个四条金条送还给人家。从那个以后呢，我知道说人家无缘无故送贵重的礼物给我的嘛，这一定是不是好东西，我就拒绝他。哦，所以夫人真的也很有智慧耶。是啊。所以我很心腹。很心腹。我有这么一个好妻子。我成为这个神的子女，我一定要能够招呼更多的人。假如说我能够把这个业务扩大了以后啊，容纳更多的这个员工嘛，这就是神的旨意。很多人关注到李文正主席，大部分呢都是集中在他事业的成功上，但其实李主席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主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小的时候呢是受过我老师的这个熏陶影响很大的。是，所以他灌输我的呢，全都是这个什么社会主义、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是的。所以我对帝国主义，我非常的这个痛恨，很排斥。我排斥，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对这个基督徒也是非常的不满意，印象很差。我认为说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殖民主义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的敌人，是这样。所以我坦白一句话，我对基督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怎么会后来变成基督徒啊？到了家差不多是我60岁的时候。60岁啊。有一天，我的孩子，我第二的孩子，您有三个儿子吗？哎，是我这个第二的孩子，就是 James， 就是李白。有一天，这个也跟我讲，爸爸，这个后天星期天啊，在这个山顶上啊，有个聚会，三人聚会。爸爸，我希望说你能够陪我去参加。我说到那边干嘛的？他说听听人家在讲道。我说什么叫做讲道？他说讲这个基督教的道。为了避免有一个代购的一个困难，所以我说好好好，我陪你去。最后我到那边去了，我跟我太太到那边。讲到的是谭仲荣牧师，讲到人是犯罪的，都是罪人。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在想，这位牧师啊，不认识我这个李文正。
就是他知道我在这里，你们这里的话呢，他应该今天不会讲说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是是啊，他讲到讲了这个差不多两个钟头，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到最后他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善人，请问有哪一位朋友在这里面的朋友老老实实交税的，请你们举手起来。这个问题一问起来的时候啊，我心里换了，我看到所有的在场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包括我自己也不敢举手，因为我也没有很诚实的这个报税。所以我才发现，哎呀，对呀，原来我也是不对的。他问的第二个问题，在座的男士们有哪一位没有骗妻子的，请举手。这一问呢，也达到我的心里面。是吗？我就感觉到说，对的，我真正现在我才了解到我是罪人。因为在过去呢，我总是想说，这里的社会要建学校，叫我捐款，我建。要建教堂，找我建款，我建它；找这个建这个庙，我也建；找我建这个什么，这个回教堂，我也建款。我认为说我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善人。我一个朋友有困难，我帮助他。是是是。所以我是一个好人。但是听了陈俊荣牧师问我这两个问题的，一个你没有认真的还税，诚实的还税，我没有。你们骗过妻子，骗过妻子，所以我是罪人。是。就这样子呢，我留言论，我才发现到时候，对的，我原来是一个罪人。是。我必须要有个救主。那您自己觉得，以六十岁做一个分界点，您在接受信仰的前后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最大的就是让我更了解到说，做人的责任。做人的责任。做人的责任。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生下来，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的身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母亲生下这个妹妹的时候呢，我是妹妹的哥哥。是。进到学校的时候，我是老师的学生。是。结了婚以后，我是妻子的丈夫。生了孩子的时候，是孩子的爸爸。这个社会的公民。这个身份是不断的一直增加。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那我的责任也就不同了，是，责任也增加了，是。这是要荣，我的责任是什么呢？荣耀神的名。荣神益人。就是很简单，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荣耀神的名。是是。就像我小孩子的时候呢，我的责任就是什么？我一定要荣耀我的父母的名。成为一个国民的时候呢，我要荣耀我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所以我要荣耀我的神的名。所以你凡事要做事情的时候呢，你总得要想能不能荣耀神的名。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不要去讲到很多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不能荣耀神的名，你就不要去做。所以这个核心思想不一样，开始行为或者思考的方式就都完全不一样了，会不会？是是是，我就是这么简单。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仰我的父。
神，所以呢，我必须要什么？做事情要荣耀我的神。是。不要了，你看这个基督徒怎么搞的？不过您经营这么大的一个事业体哦，说实在话，在世界上要做生意，有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些可能跟圣经教导不一样的事情。您有没有碰过像这样子的抉择？我成为这个神的子女，我一定要能够招呼更多的人。所以呢，假如说我能够把这个业务扩大了以后啊，容纳更多的这个员工嘛，这就是神的旨意。是是是。啊，比如说到现在呢，我整个集团里面有12万的这个员工。是。我等于说什么？为神替老百姓制造了12万个就业机会，照顾了12万个家庭。照顾了12万的家庭。是。然后呢，每一年我们用1亿美金的钱去赋税，那这就是等于说替国家尽了一份责任。是是是是是。那做一个家长，我希望说我的子女、我的孙子们必须要做一个好公民。嗯。那么荣耀神的名字。是是，我的思想就是这么简单的。最早等于是因为您说您的第二个儿子李白的关系哦，带你到这个布道会，后来变成基督徒。其实您对孩子们的教育，您的家庭观念也是你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呀，嗯，又是我的这个夫人的功劳。是是，他呢自从信了神了以后啊，那么他是非常的自重，他把我们的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带到神里面去。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哎，每一个都带到神里面去。嗯。然后把我们的堂兄弟啊、亲戚啊，这个都一个一个带到、这个、带到教会了，神的那边去。是。所以现在呢，我非常的幸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孩子们呢，都是非常虔诚的这个信徒。夫人生走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您又达成了绝大多数的世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成就，已经快要88岁了。如果想到接下来未来的话，还会为自己设立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吗？既然你都已经达成大家都达成不了的成就了。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中国有第三大的手机制造商。嗯。经理部有5个人来看我，他就在这个地方呢放映了他公司的一个这个什么影片，这个介绍他公司的影片。嗯。然后他介绍给我，他在印尼这里有860家的分销店，同时呢销售量现在已经是超过了3星在印尼的销售量。哇，他是第一大的手机销售商。他非常的自豪。然后请教我关于未来这个印尼手机发展的一个看法。我感觉到这5位年轻人非常的有为可爱，因此呢我就坦坦白白地给他讲故事。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印尼这里有一位叫做韦中行、黄中行先生，他是印尼的唐王，嗯，最有钱的人。我跟他的这个孙子辈认识，
我说现在呢全部都没有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家庭啊，富不过三代。那么企业会不会富不过三代？是，我的答案也是，是同样的是，譬如说五个月以前，这个日本有四家大的这个电子公司，像这个 Sharp、Hitachi、Panasonic， 他们都被中国的企业，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买去了。三年前，日本第二大的汽车制造商，跟第三大的汽车制造商日产跟米其林呢，给法国人买去了。那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是如此？也是如此。比如说，欧洲南欧的几个国家，南美的几个国家，全都是进入到富不过三代的情况。所以呢，我讲给那个中国的五个客人听。那么现在呢，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他听。我说20年以前，台湾有一家宏基那个 Acer 那个释正荣，是有一天啊，请我到他家里面去过夜，在他家里面吃饭。那我问他，师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未来5年10年的计划？他摇摇头，我告诉你，明天我吃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说师兄，你太客气了吧，我不会跟你竞争，你不要怕。他说不会，我是跟你讲实话。因为现在的科技寿命太短，对，所以一不小心就给人家淘汰掉。是是是。譬如说，中国的联想买了 IBM 的这个 laptop， 这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我认为这不是成功，失败可能还没有，但是这不是成功的例子。因为这个 laptop 里的选择已经错了。这个 laptop 没有前途了，全部给手机取代。没错。那么讲到手机呢，你看这个10年来，一个这个被淘汰掉，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来讲到说未来我们是什么样子？讲这些故事呢，是告诉这5位年轻人说，你的这个品牌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前面的这个敌人啊，竞争者啊，太多太大了。是是是。所以今天你的成功不一定是明天你的成功。啊，这是一个。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世界在变，而且越变越快，让你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喘息。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要告诉你，它是不变的，这是圣经，永远不变。非常谢谢主席今天能够这么百忙拨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真的在今天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听到主席分享很多他人生80几年快90年的生命当中累积出来很宝贵的生命哲学，受益良多。谢谢主席，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身处竞争激烈的商场，能够赚钱而且还能够赚大钱，肯定是胆识过人而且有非常好经营的能力。在印尼，身为华人而且身为全国皆知的基督徒华人，
他所要面对的压力，在商场上，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那个的挑战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今天我们听到李文正弟兄生命的见证，他所赢得的尊重不只是在印尼，包括在海外，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之间出出入入。这一个大有影响力的领袖，究竟他的秘诀在哪里？他的秘诀其实不在于他的财货能力，或许很多人觉得他的影响力正是来自于他的钱财。亲爱的朋友，他的影响力比钱财还要更多，那到底是什么呢？就在他分享的当中，我们听见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秘诀，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秘诀。这个不变就是圣经，上帝的话。他相信圣经这个永远不改变上帝的话，在这个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商场，甚至是政治局势不断的变迁，对生意人来说，这些都是造成各种不稳定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给李弟兄生命的决定，是他让他的后代，包括他自己这一代，一直在印尼做出教育和医疗这两个向度的投资。在人看来那是一个投资，但是我们却看见那个背后充满了生命的智慧。怎么说？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家族带给印尼的祝福，就让我们想起整个西方宣教士来到亚洲所做的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教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医疗。透过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企业家，我们看见他把上帝给他的智慧放在整个对印尼百姓的祝福当中。而我们说这个智慧，很多人可能很不服气，说你看全世界最会赚钱的未必是基督教徒，凭什么说他这样就叫做有智慧呢？其实你知道吗？真正的智慧从上帝来的，并不是赚大钱，而是即便我没有这样的资本，我仍然可以因为与上帝之间有真实的关系，而可以像是李弟兄一样有巨大生命的影响力。亲爱的朋友，或许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多的资本，你和李弟兄不一样，但你知道吗？上帝给了我们同样的身份，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这个儿女的身份与我们资本的多寡没有关系，这个身份将给我们决定，不论你在家庭、在职场、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可以活出大有影响力的人生。深愿你在今天能够像是李弟兄一样，经历到这一个属灵生命的影响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你没有给我像是李弟兄一样那么多的钱财，但是主，你仍然给我与他一样属灵的影响力。这件事情端赖于我对你话语的相信，这件事情决定在我与你之间关系的真实。主啊，我们看见李弟兄的家族，他们愿意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要荣耀主的名，不做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事。恳求主，你就在我们众人的心里给我们这一种效法属灵领袖的心智，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成为你儿女那个真实大有影响力的恩典。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诚心的欢迎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并且活出属灵的影响力。